五吃，自己切肉，自己腌，自己上手烤，这样才有味道。今天咱来到银锭条畔啊，咱吃烤肉，八种口味，老嫩焦糊，甜咸辣，还有一个最绝的怀中抱月。今天烤肉用到的料呢非常简单，味精、鸡粉、糖、料酒、智美斋的生抽、东五酱油、辣椒油、鲜姜汁。咱们这几味料呢是腌羊肉用的，咱选一些精肉，最重要的啊是外边一层云皮咱得选掉。咱们把这个肉选完了先放这儿啊，干净的白毛巾上面一搭，省着让它跑，下刀呢一定要薄。这个肉呢要根据人家店里边的要求呢是 0.03， 但是说呢咱吃手切呢让它略微有一点厚度。咱们切完了之后呢搁在盆里边直接腌制。味精、鸡粉、糖呢是提鲜不能过量，这个料酒呢不一样，这是加饭酒。酱油，酱油再来一勺，咱肉多，东五一勺就行啊。这是鲜姜，既又像姜汁又像姜蓉。下边闻吃呢都是师傅腌好肉，师傅给烤。这个呢是咱们自己腌肉自己烤，这个我就直接下手了啊，我这手干净了，让那个料汁呢均匀的裹在肉上，特别润。上大铁炙子开烤，这有个炙子，100多年的老物件了。咱们今天来一个怀中抱月。我这个肉呢切的有点随我，怕这铁炙子就好就好在这儿，您可以转着圈的烤，这汁儿得炒出来，烤出来之后再让它吸回去，让它烤干，味道才好吃。像葱，咱们先把葱呢给它煸出香味儿，有点开烟您就放香菜啊。烤好的肉放在一边，弄一堆儿鸽子蛋，把肉填满了啊，待会儿要不然不够吃，抱一个再来一个，得把肉填在碗里。烤肉技，烤肉一绝，绝就绝在这儿，怀中抱月。这样啊，我先尝一口，有口感，肉香。大家来这儿吃烤肉，我给大家出一个绝招，这是我硬跟店家要的，孜然、辣椒、芝麻，就这三样啊，不加盐。这边烤好的肉，这边是现备的干碟，这个吃法那叫一绝。得嘞，我看看这个怀中抱月，哇哇，烫死我了，嘿，抱的不赖，这黄一定要吃糖心，实心了就老了。名不虚传呀，怀中抱月。来吧，阿瑞，这是一筷子啊，你看了吗？阿瑞就会夹。哇，太香了！绝了一手怀中抱月，回家自己做。嗯，哎呀，阿瑞，这个亮哥烤肉这么地道，咱们不喝一点儿？干杯！干杯！